佛光照大地，法喜满人间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张玉成，我是陈静文，欢迎收看人间新闻。今天呢是大年初一了，很多人呢会到外面来走村哦。其实呢佛光山国内外的道场呢都有相当多的活动哦，尤其呢现在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是国内的佛光新闻，带大家先来一睹为快。除夕团圆享用澎湃的年夜饭是重头戏，佛光山除夕围炉也相当热闹，斋堂满满的人龙，师父还有来自海内外的朋友都齐聚一堂，喜迎兔年到来。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赠送大家祝福。过去的一年已经过去了，那新的一年已经到了，那今天的除夕围炉呢，可以说有很多的护法信徒都回到佛光山来一起围炉，一起过年。那么今年大师给我们的祝福就是人和安康，福乐吉祥，所以呢我们也要学这样的一个我们内心的财宝，内心的功德，把这一份的柔和，把这一份的安详，那么让我们这一年呢透过这样的功德都能够很平安，非常的吉祥的来度过这一年。台下热闹新年团聚，台上卖力展现表演，炒热气氛。其中大慈育幼院的孩子们感恩人生表演，其实想在除夕团圆的时刻感谢照顾他们的任何人。另外也有海外的表演者带来乐曲表演活动，在这团圆的时刻乐曲动听，也特别温馨。今年的围炉我是特别的开心，因为上一年没有参加到，我自己本身是大学生，我在台北实习，今年终于可以参加到，我想要把舞蹈展现给大家，让大家都能跟我一样特别的欢喜。我们都是从小就是来到佛光山长大，那我们就是很感恩师公能给我们有这个家，然后给我们很多的资源。我们刚好今年没办法就是回家过年，所以就是我们来这里就是一起过年。我个人是第二次过来这里当义工，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此外，除夕活动接近尾声时刻，台上表演热情，台下观众喊着 Uncle， 义空法师也被邀请上台，现场气氛及鼓掌声更是不间断。除夕夜团圆活动，大伙儿享受美味丰盛的佳肴。新年春节时刻，一家人或一群三五好友、同学们齐聚佛光山，喜迎新年，不止心灵富足，也别具意义内涵。人间卫视登记家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。